新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带来的第十届中国围棋龙星战 A 组的对局。那么是由姜蔚婕九段对阵十月九段，两位棋手啊可以说都是力战型的，所以这盘棋应该说是会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呢是周鹤阳老师。周老师你好。你好小姐。是这盘棋呢也是将在中国棋院的四楼我们的同步的进行。一会儿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开始了开先。我们从抓子这个看的是十月是抓子，应该说明十月要年长者。年长者。是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围棋的一个礼仪哈。年长者抓子开先。开始了。那猜先之后呢是姜蔚婕是猜到了黑棋。两个人呢是作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力战型的两位代表人物啊，应该说是猜到黑棋呢应该是一件好事。好事。因为黑棋呢有先行之力，这样呢利于这个作战。大多数棋手应该还是喜欢是下白棋。下白棋因为黑棋多贴，那么稍微多一点点的目数啊，七目半。那我们就跟上他们。走清远。白棋是33。十月这盘棋是选择了走33。应该说33，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少见的一个下法。但是最近好像是又流行起来了。33是为了防止对方点33吗？对对对对对，因为走星位的话，大家现在非常喜欢点33。但是十月下这个白棋走33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它是力量非常大嘛。走33呢，相对来说呢是子力比较偏向于三入，这样作战起来会显得慢了一些。黑棋是小目。黑棋还是下的中规中矩。小目。白棋这个33小目的拍局，这个应该是一个复古的下法。我印象中啊，我小时候学下棋的时候，这个白棋的这两步开局的下法啊，站脚的下法呢，我印象很深，是那个日本的坂田龙男老师特别喜欢下的这个开局。这样子。那这个时代确实是已经很久远了。对。但是下一手棋，这一手一下，是不是这种棋应该说是纯 AI 的一个，就是在现在来说体现的比较多。对对对，这应该是这三年来才出现的一个下法。不是，也不是说这三年出来的下法，就是成为一个主流下法。是。过去也有，但是大家以前好像不怎么重视它。对对对，但是呢，这个自从了这个人工智能下出这个，这叫什么？这个高手脚啊，这应该怎么说？高位手脚。高位手脚。尤其这个是漂亮。这个应该说是现在大家都是学习这个手脚的方法。黑棋接着继续手脚。这个杜绝点33了。杜绝点33。要以往这个棋肯定是见这个了啊。是啊。然后最早的下法都是这么下。然后一跳再一。再走回来。当然现在几乎是如果这样的白的也不会去挂这脚，直接就点33了，对不对？是。好像现在大家不是很看重马上的拆。对 对, 对。反而是要再多张一步让你来分头。对。这盘棋也很有意思呀，它也没有分。没有分。对，白棋它是。这是逼在上面，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手棋。黑棋是选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选点。对，这个选点它并不是在就是星位的这个下边。对对对，不是中线。是偏一点儿。这个也是非常的妖娆。妖娆，感觉很俏皮。以前我们说这两点是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十月是靠。十月靠上来，这个靠应该说是
对付这个手脚的这个最有利的一个下法。对，他就是当时逼的时候就是瞄着这一招了。是，应该是两步棋是关联的下法。嗯，如果我现在搬这个，您就连搬了。对，连搬这个，这样应该打了。嗯，这样，这是一个下法。嗯，啊，现在是选择的是外搬。对，他没有搬下边儿。外搬应该也是黑棋的一个连贯的下法。我猜啊，他应该是守在这个，就是他猜边猜在这儿的地方时，就已经想到白棋会撞上来。这样呢，他这个搬外面这样的配合，我们会感觉到这一点确实现在是在这儿会更好一些。所以说，这个姜维杰下的这个下法也是比较是有关联性的。哦，那就是他在这儿其实有他的这个构思。对对，有，他有这个预见性。是。那白棋接下来周老师是长一个吗？是怎么走呢？应该是立下来吧，立一个比较长。这个好像比较容易想到。这个下法是比较常见的。搬一个。对。这样。这样。补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这样就像您说的，这个子它的位置，对，这回这个子的位置确实比在这两个点都好。十月它是在33的位置上搬了。它是搬进角去了。是，它这个是争子有利，它就选择这个下法。这个白棋这个下法非常积极，但是嘛，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棋是白棋争子有利。如果是黑棋争子有利，这个马上就结束了这盘棋。对，就是当人家打吃的时候，你不能跑，对对对，那就完了。他的意图是你应该是要一打，我是要跑的。这样正常黑棋应该是要打下面，打下边，然后再跑。好，那我粘上了。接下来白棋的下法是拐吗？拐一个。好像也粘，还是直接吃？直接吃它肯定是要吃掉。那我粘一下。粘一下。然后吃到这边吧。立一下，这样。我们看姜维杰也是下得非常冷静啊，这棋他是没有反击。这个地方跟我们走的完全不一样。对。他是现在虎一个。先虎，先虎还是比较冷静。哇，非常冷静啊。这个白棋是没有办法了，白棋就粘住，白棋只有粘住。那您说像这种打吃的这种俗手，对对对，轻易不要走。是。20。现在黑棋还在长考，黑棋应该说是他确实有啊，他是走了一个虎这个扳角，双虎，这个应该是一个好形。我在猜他有可能是在想着是不是有反击的手段。哦，跳下来。跳下来，或者尖啊，或者大概是他在想这个反击的下法。是。因为这个比较符合这两个人的棋风嘛。棋风。这样呢，就是双方恐怕就要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了。这个棋白棋应该是要搬出来了。那我必须得断。这样是不是打一个是吧？然后您要。这个战斗感觉真的很复杂呀，这个有点复杂。这个应该说没，都不敢说有绝对把握。是是是。能看出来姜维杰是有点犹豫啊，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稳妥的下法。对，他就虎在了这个脚上。虎在脚上了，这是一个最稳妥的下法。看这个样子，他是觉得也还不错。透过。顶一个非常细腻。对，就这个地方好像如果是顺手长哈，绝对是先手，长是先手，但是长完就得难受了。这个地方还牵着翻出来。对对，这样你再顶是明显是后手了。所以他先顶是非常好的一步棋。是，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这样如果白棋应该是只有粘了，如果你粘这儿呢，黑棋肯定也不会贴这个了。对，所以你只有粘，这样粘的它再长的话，这个这样就是有先，这样就是先手了。是，十月也是粘上了。你看下一步应该说必然。必然，这个是必然的下法，那也肯定是长。应该说双方是下的都非常谨慎啊，两个都是力量型的这个选手，应该说第一，我以为这个撞上来之后，应该双方会
会发生这个激战，但是好像两个人都是试探了一下，想了一下，又选择了一个非常稳妥的想法。对，就好像，就是像您说的，就是两个力量型的，我们期待他们赶快出这种火花，但是好像又这个叫什么太极推手又躲过去了。对对对，不知道接下来黑棋的方向会在哪儿。以往是肯定是会觉得这边猜一个，就是上面这边大。对，这个是以前我们老的理论啊，叫做两翼张开啊，我印象中是两翼张开，但是现在这些理论都已经有一些过时的感觉了，都颠覆了。对对对，它是在这里逼黑棋逼，黑棋逼应该说跟白棋逼那边意图应该差不了太多啊，也是瞄着这个星位的靠，这个都是应该说是 AI 的下法，是这样的棋，如果白棋不走，黑棋是不是又要准备靠上来了呢？是是是，白棋来这个地方尖冲，尖冲，尖冲也是这个 AI 的下法。这个自从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呢，这个在布局阶段给我们人类棋手是带来了很多以前不曾见到的一些下法。对，大家呢，至少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呢，就是没有一些固定的一些那种概念了。总体来说，好像人工智能下法是比较追求速度。是，就是我们以前呢，好多都已经现在完全变化了。像这种棋，周老师，我就会比较害怕人家贴，我就觉得我的把人家脚都给撞厚了。是，好像就成了自己，就是虽然说步调也很快啊，但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个棋黑棋如果上贴的话，白棋应该也是跳一个。下爬的话，应该白棋也是跳。这个是基本上像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下法。黑棋啊，张一杰还是没有下。还在思考。因为这个这两个下法呢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个下法是，好像是可以走在这里，这也是有一个下法。对，现在这个也见过。这样白棋有的时候就脱先了。对对对对。索性不走。姜维杰是下了一个比较少见的下法。对呀、啊，就去了二路。飞到二路呢，也有个好处，其实白棋呢也没有。就是没有下一手了，对，就在这儿不太好走了。对对对，如果爬呢，本身它跳在这儿的话，这个下步这虎还是非常舒服的。但如果黑棋继续走呢，就有点偏三路了。当这个二路飞呢，这直接就自己已经到二路呢，对白棋来说也有好处啊。他就不走了。直接就算便宜了。对，感觉黑棋也是有点避其锋芒的意思。对对对，闪过去了。两个人都是非常的谨慎下的是。那这个地方现在应该正常还是会在这边思考吧？对，应该是会靠星位。我们如果是遗留手段啊，姜维杰求变了。跳出来，跳出来，跳出来是比较普通的一手棋吧。如果是碰上去更激烈一些。当然现在如果白棋跟着跳的话，我猜他应该是要碰的。那这个好像我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了。对对对，这样他应该会碰。这样你搬我连搬下来更有利。是，所以白棋先尖。就把这个杜绝了。对，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如果是立的话，那白棋应该是这样是好掉，立一个跳，这样呢他这个碰也没有了。这样再碰我应该是搬到这儿你没什么变化了。是，而且黑棋好像也没有眼，对，所以白棋尖一个应该时机还是不错。是，应该说他们好像是把这个30秒的时间用的都比较充分。搬上，那这样黑棋应该说不会再走了吧？对，搬之后肯定不会再粘了。如果再粘的话，就不如单立。当然这个扳一下是有一点，我们说这个脚白脚啊还是看上去还是挺大的啊，有点壮。对，以前我们说这种棋形就比如说在星位这样，你尖个小一点这样扳一下不可惜，
你这个间隔大了会这么觉得，搬一下是有点可惜啊、哦。但是他现在是似乎这是一个连贯手段，周老师，他这里来一点。这个应该是姜维杰，嗯，应该是有所这个准备。对，这应该是有研究。对。现在呢，黑棋应该是七往白棋挡一个、嗯、啊，那他就要打吃了。嗯，打吃了，这样活过来，嗯，比他直接打了这样的好。对对，如果这样他应该是能搬过来。对，这样这个白的这个角还是偏大了一些，嗯、所以他先点一下。那、嗯、如果你再挡，他是要便宜一些。嗯，十月是选择了爬下面。这个肯定是要反击，嗯，爬下面应该也是中规中矩的一手。这样的话，我还能尝到吗？尝，应该是尝不到。尝就不会再跟着我走了。对，就要出头反击了。我觉得应该是要转三十。嗯，哦，所以他也就没走，他是靠的。他是靠这个。靠，然后白棋搬。嗯，这应该是这两个都是好点。白棋呢是觉得能站到这个这两个好点，站到一个呢他也是可以接受。嗯嗯，这几步棋交换呢，黑棋呢是这个就是这个跳确实是延伸了一些，就是显得厚了一些。嗯，但白棋呢有个好处，这个角啊已经是实地化了，就是这个角还是比较可观的。嗯，从我们这个视觉上看啊，对，反正走实了已经，对对对、嗯、已经可以数目了。对，而且这个角地呢应该是初初的一看应该是十五目其实应该是有的。嗯，那就是黑棋是不是要得想点办法，就现在他已经算是处理好自己了吗？嗯，应该是算了，算是处理就通过把对方走实处理好了自己。 对， 对，嗯，接下来看他怎么样再构思一下全局。嗯，应该说黑棋这几个子儿呢，你说它是后势呢，应该也谈不上、啊。对。但是你说它是孤棋呢，似乎也说不上啊。嗯。所以这个这种厚薄的这种判断是最难的。当然，这两个棋手呢，有一个共同点。就善于吃棋，所以说善于吃棋、啊、尤其十月啊、嗯、十月在我们中国棋坛有这个有一个外号叫场均一条龙，是，所以就是所有棋手都是很害怕他这个最后动杀心的那一刻。是，不过这个也很有意思，周老师说到他这个场均一条龙，十月自己认为自己是很讲道理的。他认为就是你们都是把我逼到没有办法我才吃的你们。这个是，嗯，力战型的棋手肯定都是这么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哦，在这周这个棋姜维杰没走，他一直在考虑啊。对，这个地方他应该是花掉了保留时间，不是花掉这个。嗯、对他至少用到30秒以上。对，他至少用掉了一次30秒。嗯。嗯，花的时间还是非常不少的。主要他。您觉得现在黑棋的思路应该是什么呢？黑棋的思路，现在黑棋正常它应该是还是要进去吧，进去这个就是它这边要定下形，然后要进去，就在这边行棋。对对对，嗯，因为如果这个不把这个子带出来的话，它这个几个一块棋也是没有显得那么的厚实。嗯，万一这一堆子要再被攻起来的话，那效率就有点低了啊。他是虎了一 个，嗯，这就是定型了。这肯定是先手。嗯，那这样完了就要把这个吃掉了。吃掉，嗯，这就是简单的定一下型。嗯，等于这应该是这样，就差不多这个局部也就这样。对。但是这个形状呢，黑棋不能说是非常厚实，因为外面有两个点。嗯，这要是被刺着还好难受。对，他要在这儿就时间利用充分吧。嗯，我们刚才说这个姜维杰这个刚才点这个小木这个地方下得非常果断啊、嗯、觉得他好像是有备而来、嗯、但是这个地方看来他这个没有马上出手是感觉他不太像是深思熟虑。对对对，这就是再构思好接下来该怎么样。嗯，
其实这么看的话，白棋也挺好的。对，尤其白棋能把这个四路搬起来，还是非常满意。是。我们一般觉得能把四路这个头搬起来，还是非常胜利，还是非常可观的。嗯。A 棋是换过来。在这里。嗯。就像您说的，要在这里开始行棋了。大概是他这边下的慢，他是想这边因为有一个尖冲，有这个，还有挂在这儿，他在选择，最终他是觉得挂在这个四路挂角是最好的。嗯，跟白棋的应对，这个我们小时候背定式都是飞起来，对，黑棋压两下。嗯，那当然还有这个跳三路，但是这个跳三路现在这下面显得有点扁，嗯，所以说有点难受。还是想高低配合。是，如果反夹的话，也黑棋应该是小尖吗？小尖一个，嗯，这样等于是也不好拖过。嗯，所以他这个到二路去了。是是是，嗯、到二路会有点难受。所以这个地方黑棋这个选点还是比较有讲究。嗯，当然白棋正常是应对这个四路挂角是要飞起来的。对，他也没有走，看来他应该也要用掉了一次。对，也是在双方在这个地方都在想怎么样去处理。对，今天两个人下的还是非常谨慎的。对，嗯，我们虽然说这个十月是有场均一条龙这个称号啊，但是姜维杰也是中国棋坛这个力量型的一个，也是一个代表。嗯，我觉得中国棋坛现在就是最大的，就是力战型的这个棋手啊，就三个人啊、哦。您是说三个人、嗯，其实我已经猜到大概是谁。除了今天这两位之外呢，应该还有个陀嘉熙啊。嗯，这三个人呢，应该说是最代表这个中国棋坛这个力战型的这个选手了。我以为会是连笑啊，连笑啊，这个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陀嘉熙的力量大，嗯，有意思。以前会说古力，但现在古力已经是元老级的棋手了，已经不能排不上号了。对，那个时候管古力老师叫古大力。对对对，黑棋是压过来，对，白棋也是选择长，嗯，那就跟我们刚才预计的差不多，嗯。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白棋是都在三路，也比较低，所以黑棋觉得压过来没什么可惜的。嗯，另外一个他应该是通过这个要准备是对白棋这个子儿进行猛烈的攻击了。是，他就接着压，就您说的，接着给你。嗯，压了第一下，这个第二下确实也就不用保留了。是，其实，不过白棋也不能不硬啊，对，必须得走。白棋正常是长，嗯，当然他力量大的有可能有搬的可能性啊，嗯，哦，还是长了，搬的话似乎也不是不能考虑。我会断吗？断有点过分吧。嗯，要断吧，不断的话，那我是不是搬一下没什么亏的？嗯，断您。断我是不是长出来了是吧？这样，这样会长过来。是挺害怕的，不知道怎么走，就贴我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走。嗯、搬是吧？搬这个，搬这个我还会再来，这样也有可能。这样我就哎，垮了也不便宜。这样也许你就尝一个。啊、哦，对，我就顺势把那给围住。嗯，他是没考虑这个，他是尝。今天十月是下的非常冷静。对，他现在就是冷静的长了，然后、哦、他要挤，他正常应该是要立一个、嗯、对呀、啊、这个、立才是什么，他觉得这个人家会再压他，嗯，也有可能走不到了，这下就是说也不是，也其实走不到也没关系啊，但是有可能会以后有一点小小的关系，但我猜测他大概是怕以后是走不到了，对，他这个下法的很显然就是你命令型了。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本身是有点想连搬进去啊。您说黑棋？嗯，但连搬恐怕会不会遭到我从外面的这个？应该是，如果说白棋只能吃在这儿的话，对，那我这样黑棋是很幸福，这样还可以再压。对，现在应该是担心白棋吃在这儿，这样反击。嗯，这样即便脚上活了，那不能接受。
先吃外面，他把这外面走一个。对，所以他只能接住这个，这个应该是在十月的这个计算当中。嗯，然后弹力。嗯，当然这样呢，黑棋，黑棋这步是一个好点。就这样中间一封。对。这好像就把它封住了。是是是。十月这个下法，是只能说是艺高人胆大啊。我本身是觉得白棋这么下是挺没有把握的。对，如果这个子就这样死了的话，周老师，那是不是有点儿就是让人家两边都走的非常的合适？对，这个子主要是因为这个子死了，除了这个目数损失很大之外呢，这个我们说这黑棋两块棋，它还变厚了。对，本来我们说这个几个子儿没有说想象中那么厚，它现在如果能把这个子儿吃了，除了有目数，应该说我这个几个子儿还变成了一个厚实。对，所以说黑棋还是这个照过来之后，白棋还是有一些这个被动。30，那这个白棋您说像是往外活，好像也有点儿不能考虑吧。这个地方白棋要谨慎，因为这个现在黑棋照过来之后是明显是在黑棋的势力范围。因为这黑子两边子的子力非常多，如果你走不好，如果走死的话，这个棋我们说就是非常被动了。对。虽然说这个棋死掉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活得太苦也是不能接受的。他是炸，白棋是先吃这个。这是适应手，看黑棋粘不粘。黑棋确实有不粘的心情。不粘的话，您是说它贴吗？贴，有贴的心情。贴应该是就是转身了啊。那就是我把你这个子也吃的比较踏实。这样黑棋我们把这粘回去。对，这个好大，底下我还可以再收。对对对。这个然后有一个以后滚打的一个下。对。但是没有发生，它是粘上的。粘上。刺就粘，那等于我再刺一下也是先手。是。20。白棋能刺着上面还是比较满意的。这样它能再刺一下这个。这刺一下很舒服。这是绝对的权利了。对。正常来说两下都被对手刺到呢是不太满意的。但是他会不会就觉得你去死吧，就无所谓。你说的有道理，因为他有可能觉得这个白棋已经死了，死了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总之这两个人跟这种力量的这个大的人下棋啊，总是会有一些让人不放心的地方。不放心。就是他反正觉得你也死了，你这个舒服只是表面的现象。对对对。现在的问题其实还是白棋要怎么样找到合适的手段。对。20。但感觉上黑棋的这个间距各方面好像还都挺还不错。对，就是找不到。哦，它是这里。应该说这个今天十月是一般是他是吃别人啊，但是今天看样子他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制孤本领。对，他在这个位置确实想不到，掉在这儿，掉在这儿还是不肯简单的做活。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简单做活是应该是没问题的，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也不一定能尝着吧。那我就算了，这样我跳一个，这样是肯定能活。对，我得阻住。但这个活了应该也不太好，这个冲一冲这个地方都对目都亏了。所以他不能接受，他得想走得更加高效吧。是，尤其这个要尖掉的话是非常损的一手棋。对，那边的目数都亏了。该数。这个十月还是不但是要求活，而且是瞄着黑棋的这个宝贝。对，他好像是想要让你更难受。嗯，断他打吃。
那它还没有走，还没有断，那它应该会断吧？对，这个断是必然的一手啊、应该看得出来，这个黑棋正在计算下面的下法。哦，不过也难说，断这个我看它是不是要查？嗯，这样，这个地方是比较还是比较复杂的，两个人下的还是要进行比较完善的计算。嗯，感觉这个十月的力量在这儿体现出来了。刚才我们还说这好像比较完整，这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是，一个是外面打，一个是长的是更强硬一些，外面打是比较简单一些。他就让你这地方不好处理。长的话，他要对，他要瞄着抠出来。但是我如果就简单的硬这个的话，他是不是可以飞出来？嗯，可以，这个黑棋不能冲断。啊，这样冲断的话是不行的。对，冲断被粘死了。是是是。现在有可能白棋可以出头。嗯，但是这个地方黑棋不走，白棋这个抠出来还是比较厉害的。嗯，比较疑惑，这个地方会下成什么样？嗯，这个应该黑棋又用掉了这个读秒时间啊。嗯，因为现在这儿确实也挺关键的。对对对。这个两个人应该说，这个在这个地方是硬碰硬，这个对上了啊。嗯、对，两强相争。嗯，应该说姜维杰稍微遇到了一些难题。嗯，但是主动权呢，应该说在这个地方的主动权应该是掌握在黑棋的手上，因为黑棋的子力比较多。嗯，当然黑棋如果说全吃掉白棋呢，这个要求比较高啊。但是如果说能把白棋攻得苦一点呢，也应该是能做到的。黑棋还是长，就等于。我肯定是飞出了。对，白棋应该是不能考虑下面做活。嗯，哎，那这样看我这点一下还是有帮助的。对对对，将来这个棋一般来说很不愿意让对手两边都刺到、嗯，就是最好是只能刺到一边。对，嗯，两边都刺到是确实比较满意。嗯，白棋飞出来，飞出来，黑棋是不能冲断的，冲断白棋一粘是黑棋是死掉了。对，好像黑棋也不能有什么，比如说这种挤压的手段也不成立，没什么用。可以考虑往下面，就是吃这两个。对，吃这两个应该是可以考虑，只是说它要吃成什么样子。嗯。不过似乎白棋只要出来了，白棋的，就是跟刚才被封住那个情况比就好了不少。对。确实好像黑棋不能瞎下，好像我看靠下来的话，我们觉得你摆靠一个，嗯，好像这个棋你要挖我，有挖的可能性，给我吃一个，嗯，我觉得都一本道，对，可以吃。这个好像有可能被白棋整形了。哦，对，这样我只能是从这里吃了，嗯、吃这两个。那基本上可以算是崩溃了。对对 对, 对，这个地方黑棋要谨慎一些，这个是直接靠是不太能考虑的。嗯、那我。嗯，这个冲呢也是不太也不行，对，明显跳几个嘛，也觉得好难受。嗯，本手大概应该还是冲吃，还是冲吃，嗯，本手应该是冲吃，白棋应该就会贴回来吧。这样再重长机，嗯，就是冲吃了，这个是本手。嗯。那白棋这儿还是很厉害啊，从这儿撕出了一个生路。嗯，但是这个白棋形状也不能说是特别满意啊。嗯，因为你这么贴出来，你这个形状也有点难看。20冲之后，白棋就是两贴选一个。嗯，这贴这两个还是选择这边吧。贴这边的话，这个形状确实有点太难看了。人家这个正好送他，嗯，那贴在这儿确实要好看一些。嗯，那贴在这儿，黑棋肯定是要侯这一下，也很舒服。
别的白棋是确实不好出来，如果走这儿的话黑棋应该是能几段。哦，有一挤。对，这有几段，你并也应该有几段，这个几段它是防不住的。对，所以它只能选择两贴，那基本上就是这一招了。嗯，走住之后也有下一手吧。哎呀，他们在这地方都进行的速度降下来了。对对对，嗯，应该说两个人都对对方的力量是有所畏惧的，嗯，不能露出一点破绽。嗯，哎，这两个人都是哦，可以搬一下再。这步棋非常强硬。对，这步棋是一个强硬的。这个也可以成立吗？这个应该说，我们说，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子儿的好处了啊。本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本来是可以冲断的。嗯，这样我一会儿必须得踢掉。嗯，当然现在是最简单了，这一吃应该是扔掉。是。所以这个看来作战的时候，这个外面什么先尖冲一下，确实是有好处，有好处，在这儿体现出来了。白棋这个扳确实很强硬，是白棋扳，他实战黑棋就提了，提了，嗯，冷静，这个还是冷静的一手，不给白棋借劲儿，嗯。这样如果你粘了其实确实是大同小异，我这样我是从这儿挤断的啊，还是挤。 对， 对，这个没办法联络了，这个没有关系。嗯，所以说呢确实提一个还是比较冷静的啊。白棋再贴回来，白棋的意思是说扳着一下便宜了一点，就觉得得一些。嗯，这个地方双方的攻防实在是太就非常的微妙，每一方不敢有大意。但是搬一下之后，但这样，如果说黑棋要是一吃的话，它应该是吃，我是不是就得往外吼啊？对，它应该是不能要了啊！啊，这肠好像又被封进去了。对对对，我就吼吧，打好像也太酥了，就吼一个吧。吼一个，我先提了再说。嗯，那这嗯，就是看你这边能不能吃着我、啊。那是。但是周老师，我也会觉得您就无非是跟刚才比，您多补了一个嘛。嗯，但是一般我们说拔花还是非常舒服。嗯，你有可能会打个贴，打个贴在这儿，打个贴在这儿，这样的形状倒是也我也没拿你没什么办法。嗯，你就是这样跟这样的区别，这样我可能也是拐，那我这样好一些、嗯、是吧？那肯定是这样好一些。嗯，这样就是看黑棋这地方能不能跑出去。当然这个拔一个还是很舒服啊，很舒服。嗯，就是不是，但这边有可能要付出代价。对，就那边要出头了。嗯，他是先吼吼啊，吼一个，吼一个，感觉上也是全力棒。对，这个不走是不行，不走他有挤。嗯，但是我团我觉得好像团白棋团的话，黑棋肯定是要虎的。团不见得便宜。嗯，知道他。但是如果粘上呢，这两个交换肯定是黑棋猴倒是便宜的。嗯，赚一点嘛，他还是走了。嗯，哦，这样黑棋是很想外面吃这个子儿，但是吃这个子儿呢，确实白棋一打一贴，这个黑棋这个这边呢，确实是压力会变得比较重。对，我觉得这种时候也特别考验棋手，在这种权衡到底有这个吃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想象尝试。对，啊、哦，他是挡住，挡住，嗯，挡住就是说他要跟白棋是这个整体的进行攻防，这样挡住之后呢，这个黑棋这就是已经把这两个子儿应该算是吃掉了。嗯，这样呢黑棋这边呢是还是有得到了不少实地。是，嗯，然后这边呢应该他的想法就是双方能进行一个互跑就可以接受。嗯，这个地方能看出来姜维杰比较柔软的一面。这样子，等于黑棋也就是承认白棋跑出去就他强由他强。嗯，就继续从长计议。对，
本来我们说黑棋有点是想全吃白棋的那种架势啊，嗯，但是现在呢，黑棋的策略已经改变了，因为他看到吃不掉白棋之后呢，他决定还是和先拿到这个，先把这两个子吃了，这样呢也能进行这个收束，还是拉长战线。对对对。那这么看来的话，周老师，您说当时刺的时候是不是贴住？嗯，对，我觉得贴住可以考虑放弃一些。是啊、嗯，尤其这个下面这个粘是非常大的，贴完之后，这个粘完之后，这个我们说这个再滚掉的话，目数白棋没有多大。是的。他就要瞄着吃回家，对，这个子儿吃掉还是很大的，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很大，因为包括下面以后的官子呢也是非常可观。嗯，这个确实是，这个是不是就叫做四小十大？就是，嗯，就把它粘住了。哦，粘，就是不能给他回家加目数。对。黑棋现在就是它也非常简单，就是说你白棋封不住黑棋的话，我们就形成对跑。嗯，对跑的话，这样呢，黑棋从战略上也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地方我们说黑棋很早就布出了一个这个模样啊，嗯，这样你通过你跑的情况，护攻的那个状态，我这个模样就好围了。嗯，虎一个。嗯，就是想办法将来能让这些都发挥。对对对。那我必须得出头了吧？对，这个再不走好像没有那么勇敢。嗯，这个地方黑棋这个粘是有限的味道。嗯，我们就是我们简单粗粗的看，你一般这个白棋是肯定要吃掉的。对，就是这个粘呢，几乎是有先手，是肯定是先手。所以说，这个棋应该是选择跳是比较好的。如果是这样，这样你如果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虎一个是正常的下法。但你要看到这个是先手的话，你这个就觉得这个是一步有点慢。对，他是对的。对，嗯，他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先手。对，那么你同样冲断似乎也不太现实。嗯，冲断比较有点十月也没有敢冲断。嗯，他是跳。那黑棋就想办法回家吧，往家连。嗯，这个再不得是肯定有冲断了，是要补这个断点。嗯，现在黑棋呢倒是这两个子如果能吃掉的话也算有所得。嗯，挺厚的。对，安全了，主要是安定了。是加，加一个就是补断点。那这一串下来到现在好像就是看起来黑棋也没有想象当中的很糟糕。对，虽然说被跑出来了。是，我觉得黑的这一串总体来说黑棋还是挺满意的。嗯，因为白棋呢现在能看出这个角是变小了。对，因为它粘上之后呢，这个下面这个尤其以后这一扳呢，这个目数还是会变得明显是要变得缩小了。对，要缩水。嗯，这脚上也就来十来目。对，然后另外一个黑棋现在这个加下来这边也算是走到一些东西。对，白棋唯一的收获就是把这个脚围住了。嗯，但是呢黑棋整个好像方向好像这边更重要一些。嗯，这个地方我觉得姜维杰应该是下的还是不错的。看十月怎么走。有点犹豫。有点犹豫。哦，嗯，粘上了。他想虎吗？难道？嗯，有这个心情。对，因为粘上的话对手肯定是双嘛。嗯，这样我虎的话这个双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对对，外面挺重要。嗯，当然虎呢这个地方就没断点了。这样他是不是担心对手是不是他怕我猜啊，他是不是怕人家打这个。哦，打这个。嗯，这招也超大，大这口气大。这种山头都是作为职业棋手来说都是比较忌讳的这种棋形。嗯，这一下子就薄多了。对，嗯，他是争先。争先，嗯，
另外一个下巴，它其实它可以考虑，如果想再厚一点，它可以不考虑粘，就单长。嗯，如果你是对自己的力量没有自信的话，可以考虑单长，因为这样呢，这个让它这个少双一下，也许会显得厚实一些。嗯，如果是我下，我有可能会单长。单长啊，我对自己的这个力量没有自信啊，所以我就会单长。但是呢，十月又觉得还是先捞一票再说。对，他想把十控啊，先看住，再长。二十，这个子确实挺重要。这样这个地方有点，这个靠。嗯，不知道黑棋会怎么想。哦，这样。嗯。控制在中间。对。黑棋下的还是这步棋，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嗯。这样黑棋这个模样渐渐的。给人感觉是要起来了，对，感觉这个选点也挺不错的。对，如果这时候挡下去就有点偏小局了。嗯，这样白棋比如说这种就中间走一个，中间走一个，嗯，这样他把这个子连上，这个就压在下面了。所以黑棋这个走在这儿呢，就是把这个子跟它分开。嗯，啊，跳二路，跳二路，二十，一旦。白棋如果说黑棋不走，白棋补，黑棋还不活。他是问一下白，看看黑棋是怎么走。因为黑棋呢，如果不吃掉这两个子呢，黑棋这坨子呢是不活的，没有眼、连一个眼都没有。是，他是冲了。冲掉。那么如果他要吃，好像只能是狗在这儿。真狗。狗在这儿，他这样是尝一下。嗯、白棋呢是弃掉这两个字，但是下面留了一个过，应该是这个意思。哦、有小尖，嗯，就等于给自己留一后门。是留个后门，随时回家。一个，问一下黑棋，他要不要这个吃掉这两个字？嗯，当然你可以主动啊，主动就是说你就是要攻我了，嗯哼，还要看看。但是组度这个时候的代价也很大，嗯，木数。另外一个组度主要是没有木数，对，是相当于走了一个两目棋，对不 对？这个相当于是单关，嗯，这个要付出很大的这个勇气，嗯，所以他还是选择冲过来，冲过来是本手，嗯，就从长计议。这样的白棋留了一个后门，这个尖过的话确实会显得厚了一些，嗯，所以他为什么粘一个，大概也是看到这一手棋了。对，本来是这块棋是不担心，对对，本来是觉得这地方是有点高的。嗯，轮白他会飘逸，现在在这儿。这个中央的这个有点太困难了，接下来有点不知道黑棋的方向。嗯，白棋这儿已经有回家，是不是黑棋出来就不是很严厉了？对，但是如果你要说是黑棋要是攻白棋的话，你必须得把它分断。哎呀，嗯，果然他就跳出来。虽然说下面有个回家的这个白棋啊，有一个后门，但是这个尖回去呢，相当于是一个单关。嗯，所以说呢，黑棋如果能什么时候把白棋逼回去，也是有一手棋价值啊、哦，就让白棋能在这地方走一个单关连回，回哎，这个黑棋也是有收获。嗯，所以黑棋跳出来还是就堂堂正正。对对对对，还是要攻有，还是瞄着白棋的弱点。另外一个，这个棋如果被白棋跳过来的话，我们能看出白棋这中间好像也是马上就形成一个白的势力了。对，而且甚至有可能会不会还想找找黑棋的问题。是是是，嗯，所以这个确实是要跳出来。二十，接下来白棋是在那个位置，它白棋在这里。二八，一侧开油。这里它的下一手是什么呢？他的下一手瞄着拖之类的下法吧。白棋这步棋选点确实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选点。嗯，我们一般说要不就下来一些啊，要不这个就是怎么要是进行拖之类的啊，或者要不就挂在这儿比较多，但是很少看见高挂。对，江佩姐也在想，黑棋觉得怎么发力呢？
是要走走那个十这个吗？嗯，不知道走什么，不知道走什么，嗯，也不知道该怎么攻他。嗯，应该是这三点吧，尖飞跳这三点，这三点，就总之是要把这儿稍微的，对，要把那个张起来。嗯，如果你现在手脚的话，肯定是太缓了。嗯，哦，他是这个。嗯，就您说，如果是补一个是吧？对，如果你补一个，比如说我们说就在这儿讲着钉一个，嗯，这样的他这个点明显比在这儿强。嗯，所以黑棋补呢，确实是不太肯。另外一个，他在这儿确实进脚的。也没有比在这儿那个要缓和了一些，嗯，所以黑棋走外面确实是正确的思路。是黑的，所以应该是比较不错的选点。尖的话显得有点慢，这样他有可能转身了。跳呢给人压力又不够，所以这步应该是不错的一个选点。对，我就觉得特别希望对方如果能够俯首走我一下，嗯，他补一个我就特别开心了，对，顺势。两步走，你这有靠断。嗯。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盘棋都表现出挺高的水准，就是走了立方，另外一方马上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一走又另外一方也很迷茫。对。嗯，这盘棋给我的感觉，两个人下的还是比较含蓄的。嗯。就是说，都比较讲道理，都给你留了一个选点，就是说。嗯，双方都没有特别特别的那个，就是不讲道理那种感觉。就是您说的大打出手。是是是。就看白棋怎么走了。啊，尖。白棋尖了。很不情愿啊。对。那我肯定是长吧。这肯定要长。这应该是比。这不长是没有下一手了。十。如果我能顺势把这个围上的话。嗯。就你把这儿破了，似乎我转到这边也还可以。对，肯定可以接受。这个是应该是黑棋，应该如果你贴，嗯，它应该是不是就是这样，我就想搬，这样搬围着，我就长，你压我就退过来。对对对，嗯，这样还有断的可能性以后。嗯，这是黑棋的预想图。是，它现在是长了，看白棋，白棋那就是白棋是不是应该考虑，比如说就地安定？嗯。如果能就地安定是肯定是好的，这个也要看他如果贴出来，就是贴出来的话是当然是被黑棋这块围起来了，嗯，但是这边我们会说黑棋也变得薄了薄一些。是，但是黑棋这个刷完之后呢，这个地方它大概有点眼形，我觉得它这个接还是当时我觉得还是不再等一等，对，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因为您觉得他就算是吃嘛，也就给他吃了，打一下算了。对，吃的话，我就打了爬就行了。啊，是，这个多一个子对外边的影响啊，各方面还是比较。在现在看出来的话，还是比较重要。哦，这是靠在这儿，靠了一个。啊，他希望挡住的话是加吗？对，如果黑棋挡的话，他肯定是加。这是黑棋的一个预想图。这样呢，你如果虎呢，我肯定是非常舒服这一打。嗯，但是你现在一般来说反击呢，现在意思也不是太大，我这样贴过来，嗯，你这也没有断点，没有断，是不知道怎么走，所以说黑棋不能接受，所以黑棋冲一个反击。对，白棋这样，如果你再退的话，我再过来就好很多了。嗯，对，这个是冲到，这个几乎是这个地方是双方几乎是必然的下法，白棋也只能往脚上去。对。当然白棋确实可以，就这个是白棋的一个关联下法啊，当然白棋也可以先考虑拖这个，嗯，然后你走这个的时候再加这个。对，这样的话能加到吗？嗯，这个不知道。嗯，这个也是一个下法。嗯，这样大概黑棋也许也要反击。那这样冲上去好像是。嗯，白棋也可以这么想，嗯，但是实战黑棋，他实战好像白棋就是意思说我可能更看重脚地了。对对对，因为走这个黑的确实没有手段了。嗯，黑棋只有反击了，只能吃在这儿，只能吃。这样白棋是单长还是吃掉？吃我也是提，单长也可以。这样我是不是总是要冲？对对对，这样是形成转换。嗯。形成了一个转换，嗯，外边黑棋还是这个冲的这个形状还是非常舒服的，嗯，很厚。
另外一个黑棋这个子儿的位置也不错，这样有个二路大飞的一个好点。对，好像还可以先手进行搜刮。是是是，也有愉快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倒是觉得好像我们刚才说先拖再加，也许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嗯，这个形状现在黑棋应该说这么一下呢，白棋也没有办法了。如果这个时候十月再想啊，对，这个棋如果说粘回去再被黑棋扳住，好像得的不太这样白棋好像几乎没有什么所得，对，有点损。嗯，所以说这样只有长进。嗯，还是刚才周老师您说的，这样再加好像显得白棋更厚一些。是是是。他现在长进去，那黑的基本也没什么。黑棋应该是只有冲过来。嗯，这冲是好心，这个应该是进角和这个冲应该是黑棋剑合。嗯，等于这一回合下来，白棋得了一些角控。对，白棋这个把这个角呢是据为了己有。嗯，这样的黑棋的外侧就是全给黑棋了。从棋神的角度来说，是觉得黑棋还是非常满意，觉得挺厚的。是，嗯，就哦，白棋的这，他也要慢慢的削一下它。小飞也是下的非常厚实啊，这个棋，现在要是能走大一点是肯定好。嗯，但是他大概是担心这地方以后有什么点段之类的。这样子，是，他肯定是担心。是，嗯。所以他走了一个是稳一点非常小的一个步伐。嗯，黑棋来了。嗯，这是黑棋的这个基本权利。那白棋是不是就打掉虎呢？嗯，那黑棋也很舒服啊。对，这个黑棋应该说是下的这个二路大飞是非常舒服的一手棋。没错，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似乎是得分了。对，就是由于有这个搜刮，好像觉得白棋也进了角，也没有特别多得力。是是是，白棋等于这个角地好像有点小。嗯，我肯定要提。要提。等于就基本是这样。十。然后再顶掉吧，这个应该是全力。那也是全力，看一下。将来脚上也没有几目棋啊。嗯，以后这一间啊，这个里头应该说是一个万年节吧，这个对，应该是个万年节。活是肯定活了，但是就是里头算木的话应该是比较少。对，因为人家随时可以走成双活。是，这个地方不能算，我们数目的话不能数出白棋有六目棋。嗯嗯，应该正常要算个三至四目棋比较正常。嗯，还挺掉的。定掉。嗯，那这样看来全局白棋的控其实也没有很多。嗯，这边脚上有扳的话也就是十多目，在那边是这个黑棋这个粘之后，这个白棋这个脚目数我们说要变小很多。本来我们说这至少有十五目棋，但这以后这一扳你是挡不住的，你只有虎，我再一拖走，那现在我们看是十目十二目棋。嗯，要少掉三目棋。对，并不大，本来是至少十五目棋。对，而且还有可能朝上很多。对，这个地方现在两个人下的还是非常冷静啊。哦，太大，嗯，那就可以说基本上固定在十二目棋了。对对对。嗯，这个大哦。这个挺大的，挺想在这儿围的。那种地方不好围，虚是吗？嗯，因为这个地方白棋一跳呢，这个你不走呢，我这有可能还能再进来。另外，你这个地方也显得有点薄。嗯，对。嗯，这个挡应该还是很大，就等于彻底的把这儿就完全实地化了。如果我跳你要跟着硬，那这一手差别太大了啊，这差十目都不止了。嗯，所以说这个还是这样。嗯，白棋在飞。
感觉都是那种内功很深厚的下法、啊、对对对对，今天两个人是本来我们是以为他们要大打出手，但是现在看好像两个人是要拼内功啊。对，这感觉就是要收束了。对对，嗯，但是大家看的也挺精彩的。嗯，这有好像更多强调的是一些厚薄的攻防。对，那就接下来白棋会长吧，长的话他应该就是扳一个扳住、嗯、长应该就是扳住、嗯、哇，他还要贴呀，贴就是、哦、那是不给你扳住吗？贴就是要追求一些，如果我贴，现在你不好意思搬我了，搬呢搬我先我走外面，对，或者我就跳吧，这地方你以后留有一个搬的这个味道。嗯，因为我这个搬完之后这一打，你这三个气是很紧的，对，本来是长的，这个气是松的，对，它贴呢这个有一点不给对手这个缓和的那种下法。对，那姜维杰在这儿也是，他找到了这个棋形，他在这儿拐，拐一个很有功力的一手棋。对，感觉如果你要是这个的话，他就搬了吧。对，这就是搬了。如果没有这样，这个对手是个好形。对，他觉得不舒服。但是现在我就拐，如果走到这一下，你再走，你就难受多了。嗯，这个我再尝过来，是这两个交换了。对。白棋看看他，如果因为如果长的话他肯定是要搬过来的。嗯，但白棋下一步也不是太好下，如果说跳之类的话应该好像是连不回去啊，这一打。对，这搬断呀、嗯、好像有凶险，如果你虎这个应该也是被靠断了。30，所以说他这个地方拐一个白棋能选择的地方也不多。嗯，那这样看真的，嗯，这个拐一个像是一个像是一步好棋。对、嗯、就是不经意的这一拐反而白棋特别难受。是，可能十月刚才贴的时候也就是一块棋嘛，这个也难免。对、嗯、也许应该长一个是比较简明的下法。嗯嗯，就差不多，就这样。对，这样他还是退了。对，嗯，黑棋肯定是要搬。搬，我觉得黑的也很舒服。对，白棋总之呢是要谨慎一点，因为这个棋啊我们说虽然是很长啊，但是、嗯、但是具体来说呢，它你说它有一个一只眼都没有。对、你说它有一个具体的哪只眼啊，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如果说被黑棋这一虎，这块棋是明显是眼型不是太充足。对，还要止步。哦，瞎反击。但是刚才我就在想，因为他顶的话这个被人家一长太舒服、嗯、对，那边还没解决、嗯、但是加我有没有顶呢？加黑棋应该也只有顶了。如果说这个棋你只能粘的话、嗯、被白棋再顶住的话，那就相当于这个头被他粘住了。对，所以这个地方是几乎是双方是都不能退让了、嗯、这个棋黑棋也只有顶，白棋也应该只有挡。如果你粘被他拐出去也是一个。对啊，那这个子也是没法连了。嗯，这应该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下法了。啊，那就是说要形成这样的转换。对，形成一个转换。嗯，这个地方姜维杰还是很谨慎啊，这棋他是没有马上顶。对，他还在想啊。嗯，但这个棋粘回去应该是不太能接受。对，就像吃了不满意吗？感觉也好大。30，吃掉应该说还是可以，因为毕竟是白棋先走，我把你还都最大、嗯、应该也算是最大限度把这个吃掉了，应该收获也应该还是不小的。50，但是还是非常谨慎啊，下来。嗯，他要再想一下。啊、哦，是顶，确实这个地方也就是顶的下法、嗯、可能他在想如果挡了接下来。对，这个棋白棋也基本上只有挡这个，嗯，挡这个，然后黑棋冲，这个也就是必然的下法。嗯，这个呢以后就是这边有挡、嗯、这个打是不能真的、嗯、
就是继续再往这边怎么样削它。对对对。削啊，果然是这样，赵老师挡到外头。这个肯定只能挡外面，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就华山一条路了，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办法，双方。嗯。黑棋呢，倒是这样一下完之后，这块木已经是黑棋的，已经实地化。对，非常的大呀，这块。嗯。小四十目，我突出点一下。是。白棋是虎，这个也是白棋的权利。那我肯定要挡了。嗯。等于打两下是权利。这是白棋的权利。这样吧。这样之后，不知道白棋会走在哪里。跳一个吗？跳一个是比较本分的想法。对，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要再对再进来的下法。嗯。嗯，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白棋这块棋，我总觉得是一块心病啊。这个地方你还要点完了，这个就万一哪一天被黑棋虎下来，对，就是万一这再给你走几个先手，对对对，十，有这个是一直存在。虎挡住这个白棋，肯定是要打两下，打两下是不会亏的。嗯，十。如果说他直接搬在这儿也没有什么用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这样。现在如果直接搬在这里的话，不要去吃、吃就上当了，吃的话被别人双方双脚吃，你就马上就有点认输了。对对，就崩了、这个。对，这个时候黑棋一定要吃在这儿，这个是一个骗招。嗯、对，就没棋。没棋。嗯，破那几目太小意思。而且白棋还吃不进来，吃的话我等于可以在这时候再端吃。啊。这样你再吃我就提你，你提人你被我关进去了。对，所以说这个白棋呢，如果搬这个呢，只是一个骗招，嗯，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应该还亏了。嗯，这个地方十月还在，十月难道还想骗人姜维杰吗？还要想搬进去？对他还没有走，嗯，他们现在这个落子也非常谨慎，嗯，十。现在拿棋子还是打吃了，嗯，基本上也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啊，应该说全局还是黑棋后势，嗯，所以白棋呢，就是步子稍微迈的大一点呢，就会有一些风险，所以这个棋要谨慎，是要谨慎一点。他应该是不会再想这个，他也许是在想着怎么能不能下的深一点，哦，但这样呢，有可能黑棋就直接给他虎断了。对，那就打一下应该没毛病。打掉这些。嗯。打掉这一下肯定要打第二下。十。那就打完了，如果再在这边走也有可能啊。嗯，有可能。这样就在这边利用。二十。不知道会下成什么样。是。还不准备打是吧？准备打也是有一定可能性。打掉了。嗯，打。他长和提会选哪一个呢？还是长吧。现场。提你至少亏了一目。啊、对，目数。这个时候就不要谈后味了。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肯定，因为这都是黑棋的了。嗯。所以你要最大限度的围。嗯。这时候肯定是要长。长了。他们现在都在利用这个30秒的时间。对。现在就是，其实关键在下一手白棋。白棋下一手本手应该是跳一个，本手。金、宁的话音刚落，他就跳。对。但是是不是也基于他对形势的一个判断呢？但这盘棋，我的感觉是十月走本手走的太多了。比如说，你看这个飞啊，嗯，对，这个、都没有敢在前一路。对，嗯、要是胆子大，就可以再往前一路。嗯，以前感觉十月这样的棋，就是走这么小跳小飞这种棋非常少，不是他的风格。嗯，但今天，也不知道他是有意为之啊，还是怎么样。反正今天他的本手是下的比较多的。嗯。这个您说的真是非常形象。十。基本上那就也就这样了，这里。嗯。感觉这盘棋跟场均一条龙还是有，十，就是在招法上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同。次，他手在上面晃了一下，有点犹豫，还是次。次，那就是应该能刺到吧？应该差不多。对，如果你主要是被断的有打。那你这如果粘上的话，这个棋白棋应该是能搭下来，它应该是在瞄着这种搭。哦，我你搬的话，我这样一断，对吧？这个自欺作用。对，如果你顶的话，我是不是有这种点啊？还有一次的绝线，那我怎么抹贴吗？我如果为了围住空，有可能，他这时候问他一下，他是有点难受。一般来说，棋手们都不愿意被对手点着，就是变成单关粘。对对对，比较难受。就像我们刚才说开局这个点啊，都不愿意被对手两个都点着。是，这种被人家都点着，是心情上是不太舒服的。终归觉得是人家外边和你里边交换，是这样，人家是有用的子，你是没用的。还在思考。这盘棋从现在来看，两个人是不可能进行一场大厮杀了。这个变化越来越少了。对对对，这个有点出乎我们这个赛前的这个预测啊。这个两个人今天看来是要收一盘关子。比内力是这个局面，周老师应该您非常有经验。那您要不给大家简单的，就从这个流程上，您觉得应该哪一方可能会稍稍有利一点？我猜测您是不是喜欢下黑棋啊？对，这个棋黑棋比较厚实，好收一些。当然这个棋下棋最后还是要看这个目数啊。这个棋可以稍微判断一下啊。假设说我们这个算立着啊，这个扳呢是你只有虎可以拖着。这块我们刚才给白棋数是10目12目，这个算黑棋尖掉。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这尖掉之后这个形状是有一夹，以后会定型成这样。是扳这个地方是很头疼的。对，应该是一扳。对，吃，然后立下来。这样走，这黑棋走呢是双活。白棋走呢是走两手，应该是为7目棋啊。但这边有点算个3目棋是应该是有的。白棋好，10、1、2，他现在还没下啊，没走。这个12、3目、15目是有的。然后这一块呢，我们如果说现在该白棋下了，应该现在全围住，应该是有没什么问题。是10、12、18、28、30，数到这30、30、2、3、4、3、6、3、8、40，40目。40目，然后前面我们说15目，对，15目，四加上55，55目，55目是有的。然后黑棋这块是，假如算立的话，16、18、20、22、24、25、26、28、30、32、34、35、39。出出一点是39。40，他现在是这样交换，就是这儿已经非常的坚实。56、58、59，小60，这是24、6、8、9，68、69的样子。黑棋，白棋55。哦，那这么看呢，黑棋的目数现在领先很多啊。是啊，当然白棋我们这个中间没有算目。对，那就是白棋现在必须得最大化的把时空撑起来。是，就是我们刚才确实把这个地方已经算成白棋的啊。这个如果说这块空再围不起来的话，那白棋是必败无疑。现在白棋的目的已经是非常明确，不但是要把这块围住，而且是要最大限度的围起来。对，就是我们点的40，它至少得往50上撑。对。它是飞在这。确实是，它是最大限度在围了。现在从我们初步的判断来说，是黑棋现在是比较不错。而且这个目数的领先还幅度挺大的。当然，我们这个刚才这地方确实给白棋没算目、啊。没算目是。那他这个飞就希望我如果说稳健粘住的话，他就从这儿跳着围。本手应该是飞啊，但是他现在也是再走跳这儿吧，跳这儿这已经虎进去了。跳到这儿，
所以说姜维杰呢也是很老道啊，他先钻这边，嗯，这样呢你是不能冲断，冲断我这样把那个字吃掉，所以白棋呢也只能先尖这个。那要这样其实搜一搜，你看现在在粘住，在粘住，嗯，也就还好吧。对，这个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没想到黑棋的目数还是领先不少。对，嗯，因为黑棋是有可能再走一走再长长目要奔到七十。二十一现在白棋是55，然后我们如果说黑棋68，那就13-4目，当然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潜力，嗯，这个棋还是，还是有可能，黑棋不能太大意，对，还是要收得好，对对对，嗯，现在我们这样呢，已经白棋隐隐约约这地方已经多围了5目棋了，然后这地方如果再能多围点目的话，那确实还是比较不错，难说的，啊，是，就得看他们怎么收了，对。这我该怎么走呢？如果我靠一个吗？他没有，他就粘上了。粘上这个粘上本身有目，先粘一个，先粘一下，看看白棋的硬法。白棋如果搬，搬我一冲，这个形状也是很难受，就挡是不上了。嗯，这个棋啊，白棋确实是比较薄，作为白棋来说，确实是比较薄的。嗯。去逆收了，周老师。哦，非常机敏。这个地方。哦，这个是机敏的一手棋。嗯，这么看，黑棋为什么一直不肯尖掉呢？尖掉。这个尖确实很大。嗯。尖掉之后，我们说这个地方是有一夹的这个关子。对，这个关子。这个夹之后，这个地方应该是能做出一个万年劫。当然，这个棋白棋气有点长啊，打这个劫是不太容易打的。白棋先把这个尖掉，确实是很机敏。他先把这个目数先给拉回到一个能维持的水平上。嗯，而且这是个逆收关子，嗯，这个黑本来是黑棋的权利，这种地方被白棋逆收之后，往往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对，心情很不愉快啊。白棋的黑子。当然这个白棋的风险也很大，如果那块空等于是脱先了，如果说再被白黑棋如果是破掉的话，那白棋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那块是白棋的基本空，嗯，但这个地方我们说白棋撑得非常满啊，是感觉上要破应该也不困难，嗯，哦，他没敢粘，没敢粘，我想说如果粘的话可能什么靠进去之类的，他们总之是没敢粘，嗯，他小尖了，嗯，粘的话这个棋确实是空间有点大，粘的话比如说这种怪靠好像飞都可以，嗯，飞什么怪靠这大概都有，嗯，甚至这种怪点，都有，他是没有敢，对，他就是想弃掉一些，因为这个地方有回家，嗯，赶快把这个扎实的围上，因为他抢了一个这个啊，嗯，但这个味道确实也不好，这有点这个靠的，主要这个肯定得先吃掉，嗯，这个形状作为白棋来说是这一块是支离破碎了，嗯，当然这个棋有这个心情啊，这个也是，姜维杰呢是迟迟不走，所以说十月呢是在读秒的时候呢。临时抢了一个，正常他应该是本手，他应该是刚才也是应该尖这，尖在这儿吧，尖着这应该是本手，嗯，这样的黑棋慢慢收，是，但是呢，这个姜维杰老不走，所以十月这个不能是有这种抢这个先手的官子的这种心情，嗯，是这样子，把这个是尖回去。那也就是接下来黑棋要把那个的损失在这一带补上，对，当然黑棋这手棋也确实非常大，嗯，很多，这个是很厚的目数，对，潜在的，这个，黑棋是非常大的一手棋，二十，现在还不好评价这手棋是不是好棋，嗯，如果这盘棋白棋赢了，那这就是胜招太机敏了，太机敏了刚才我们的目数判断呢，确实
还得看他们后来这个地方再怎么走。嗯，十，这个地方白棋是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受的，这个尖过呢几乎是没有木数的，所以说这个棋白棋这个尖呢也是相当于是浪费的一手棋。他刚刚读秒了，把他都走掉。嗯，这是请求你。嗯，如果将来上面没有眼位的话，这些就都得补回去。对对对对，嗯，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能做出眼，还是非常大的。是。这个地方我倒是觉得白棋似乎应该可以考虑先搬掉。搬掉吗？搬掉我。嗯，就搬掉完再脱先。哦。这样，这样呢，等于说我以后接住之后，我这有个扳的关节。嗯，所以他现在立了，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地方我倒是觉得十月不是太细腻。哦。我觉得他应该扳掉这个棋，这个扳掉是白棋的权利，因为立掉之后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是白棋扳粘的话，后手。嗯。不硬了。一般我们说这个扳粘是后手的话，那这个不应该立，应该扳掉。对，啊，这样它粘完之后，这个可以多扳找一下。是，这个地方有可能是白棋有些粗心的地方。嗯，忽略了。嗯，这个不够心。啊，黑棋收了，这个也超大。对对，这个然后黑棋这样收数非常舒服。哦，那其实这还真差挺多的。对对对，我们如果看成这样的话，我们这棋白棋是肯定是应该扳掉。对对，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看成这样吧，这样就安全一些。嗯，这样你打拔也是后手嘛，对我对我没关系。这个黑棋便宜很多，这个地方对至少是便宜一目棋是有的。对，感觉上他可能忽略那个扳粘是后手这个问题了。嗯，黑棋下的还是他在尖之前是肯定有时间扳掉的，是是，只能说他太想尖这个了。对，他没有把这个脱掉。嗯，这是对，没有做掉，这是他的权利。嗯，他在加加21 23，也就是让你之前欠的木都在6 7。这地方黑棋是比较舒服的地方。嗯，这是黑棋的权利。那我就打吧。打，嗯，打是白棋是不能粘了。如果粘上的话，这个明显这一跳就对跳就已经都死进去了。嗯，这个应该是只能护这个。这是这个护也是本手。本手。那这样就是这儿他就进不来了。对对对。这样双方是就可以。这盘棋就是以收小官子定胜负了。嗯，是。十，那这个的双方的目数可能现在是有所变化。白棋现在是粘是不能粘的。21减，嗯，减。不过这样想的话，周老师，我觉得跟那个尖比，是不是中间显得也没有特别的大？虽然说我欠的是挺多目，嗯嗯，但那个就是逆收，主要是对，那是个逆收，嗯，这个是个逆收，嗯，确实是这个作为黑棋来说呢，本来是黑棋的权利，白棋确实有心情强调。这个我觉得两标我不好说，但是我这个肯定可以肯定，嗯，这个地方白棋应该搬掉。是的，是的。嗯，这个搬至少会差出一目棋。是的，这个有可能一目棋都不止一些。不止。因为如果是细棋的话，这有可能就会决定胜负了。嗯。你要是一盘半目胜负，这有可能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很关键的点。是的。贴了一个。贴一下。11 23再搬。好，这有先手吗？嗯，那肯定要挡住。嗯，那他虎好像也一样，没什么用。如果是粘的话，应该是后手。粘的话，嗯，将来搬粘，搬粘他补在上面。对，看他走哪里。还没走。十，
现在全局确实是黑棋还是后势，因为这个地方肯定是有劫财的。哦，您就说有可能会虎，有可能会虎。哦，真的，真的虎。虎一个是比较强硬的一个想法。虎一个的话，就是想啊、哦，他补了十六条。但他就是有这个。对，如果说你不走的话，他这个一般，你得挡就挡住，他就马上打。你打对，这个因为他这有劫财啊，这应该有劫，这都有劫财，都是劫，这样打不过，打不过。你这个你现在如果粘这个不行，这个一般一打一立就出气了，只能这个退让。对，所以他觉得这样等于退让的有点多。就算了，补了。这样黑棋把这个又抢到。这个棋姜维杰应该官子说的非常好。好像在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什么问题手。就围棋的问题手，就说他这个地方能尖掉，但也许这是他卖了个破绽，就是他一直他觉得就是我的。就是说给你留了一个这个念想啊，然后对。现在来看，至少说成这样呢，我觉得姜维杰还是收的非常好，因为他这个能先手扳着的话，还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白棋这个顶呢，只是顶了一个先手一目，但这个明显两个不成比例。然后另外一个这一圈呢，虽然白棋这手棋也很大，但是黑棋这一圈应该收获也还是挺可观的。对，就简单就是把这个提了，把这个提了也有好多目。对。21还可以围得更多吗？靠一个相是好棋，首先他要把这个眼破掉，这样你这个下面这三目棋是没有了。哦，是。本身这个破掉这个眼就非常大。这个呢是最大限度的是把白棋分断。然后另外一个你不走的话，这马上这一扳，你觉得这个子就掉下来，这个子掉下来可不是光两目棋，这好像至少有六七目棋了。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啊，你贴一个，我这一扳就全断了，因为你现在断这个是没有用的。对，我可以长。这个等于是两连不上的。所以说这个棋它是这也是很犀利啊，很犀利的一手棋。因为是粘的，粘上，粘上是算连回来。那我这个吃你，我就不是提了。对，它肯定不是提了，它应该是冲过来。对呀、这样冲过来，哇，这个围的还是很大。这是围出了八目棋。对，这个姜维杰这个地方也是下的非常好啊，就比我们简单说吃一两子这个目是多了很多。对，他是拐21拐一个本身也很大。4-6现在白棋这个是可能是要收回去了。他是跳现在正常来说应该是爬这个是比较大的。这个应该是先手吧。他应该是不会让他走，看样子他是怕人家打这个，如果能先手走到肯定应该走掉。他大概是怕人家吃这个，他觉得吃也很大。是，他是抢先跳下去。他是跳下去，他跳下去的意图他肯定就是搬吧。他是等于是不是粘这个了，他是要下面。对，底下倒是也能便宜几目。也挺大，只能粘，确实比较委屈。这样他这手棋确实也不小。这样我还得后手再走一步。唯一可惜的是他没爬着，但爬应该是爬不着。反正如果爬这个，他应该是要吃这个。是，吃这个，这样爬一下。这样呢，就是没有官子了，可以这么说。实战白棋是选择这个。现在黑棋，白棋这么下倒是确实不错，因为这样呢有个大伸腿和这个爬，他觉得让黑棋来选择。对啊，这个好像也挺头疼的。他走哪里？断了一个。打将，这是打将。打一将。哎，我能不能立下呢？这个确实，这个十月已经硬了。
哦，就硬，但是立的话长，这个是先手，也觉得挺悬的。如果立这个的话，嗯，这个长是先手。长的话，假设我要补在下面的话，你这应该有点进来，或者打了尖。对对对。可能这个木也不一定便宜，那肯定不便宜。如果这个被我点着穿过去，你肯定不便宜。嗯，它是翅膀。嗯，它是翅膀。嗯。这样等于我长就排个，嗯，排局，他就不，他那是打将，他是在想是这个大呢，还是挡这个大？所以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最终他觉得你挡这个，嗯，挡这个应该说白棋不走的话，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点的手段，嗯，点了可能目数又要缩一些，嗯，但十月先不管了，先大伸腿。这个棋大伸腿也很凶狠的、啊、这个棋黑棋不知道敢不敢马上点哦，因为这个点之后这个很复杂，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黑棋应该要算一算这地方是点不点进来，嗯，就如果是点的话，其实白棋确实也没有目了，对，点的话不知道白棋如果团，我再爬搬了爬。二十一，是一个黑棋，如果凶一点是可以考虑的。但是白棋如果点的话，有可能他是担心白棋是不是反先手？对，反先手，因为这个尖确实有先手味道。是先手，这一冲了，这要粘回去。对对对，嗯，所以他还是先把这边先护住。嗯，那就。顶一个没有意义，就退一个。退一个。二十一，也有顶啊！哇，他是先顶。哦，不怕你打进来。你这边得补。对对对。补完是肯定要打的。你现在打的话，应该是对他可以打这么就不行。嗯，那倒还挺好，可以粘在这儿。对对对。这个在他们应该都看得很清楚了。对。就是黑棋有没有现在先点进去要便宜这一下，这个是黑棋比较如果想走得狠一点的话是有这个可能，嗯，啊，黑棋还是算了，还是走得比较稳健，把这稳健、这个一点应该是这么初初一看也是看不太没觉得白棋也不是太好办，嗯，白棋走哪，白棋拐，拐这个，嗯，拐了一个中间，这个地方是什么呀，这个地方点，我二十一点，你是立吗，立的话爬，走走走走，也是没有，但是后手双火，后手九，你看他这转都还没有走，嗯，黑棋是硬了吧，黑棋是硬了，嗯，黑棋觉得没关系，这个有可能他觉得白棋不会走，所以我也先抢外面大的，嗯，最后再抢那一步棋，对，这边确实硬完之后这个搬粘就变得后手了，嗯，哎，还是很大，本身要不就搬粘有可能会成为白棋的先手，这也只有粘了，这个会如果被两冲也那就不便宜，嗯，七十目冲先，我觉得好像还是黑的好啊。现在白棋，现在主要这个角不知道是没有有没有有白棋是怎么补啊？白棋是吃上面还是？白棋哦，虎掉。这个是全力。现在就是，恐怕是两个人都在算这个角上的问题。那如果白棋走，白棋就立一个，立一个也不舒服，立一个被点了这一下，对呀、啊，这个地方这个角上白棋应该是要欠一点目，但是就是说白棋能，哦，嗯，黑棋没有走，黑棋是搬的这个，是这个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同，嗯，搬的话，
搬完怎么走呢？搬完是想点吗？如果是点的话，我们看一下，如果搬完点进去是最狠的。对，点的话现在二十一，如果粘的话是不是不太行？粘的话啊，这样可以，这样加这个。对啊，我后手双火。这样如果你走这个我一粘你就不行，你粘这个我这个，这样黑的应该还是只有吃这个是吧？吃这个是一个打劫。二十一。哦，就是打劫双火的意思。有个劫。六。但他只粘就粘住了。粘住了，粘住。他走到了。黑棋是下的。就这个他觉得无所谓。比中间比，因为他这个可以冲在这儿是吧？这样搬粘，搬粘是下的是最稳健的一个下法。那大概是姜维杰觉得形势不错。这个棋是下的有点稳健。对，跟我们这个想想的让他拼一点还没有。那另外一个这个白棋不硬是黑棋有什么？也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双火吧。点爬我可以加在这儿。然后你是吃走皮粘粘，那就二四六七八目棋，有八目棋，八目棋还是不小。是，就他补他走，然后他把这个拱吃了，拱吃也很大。两个人这地方下的是这个拱吃是至少三目以上，三目多，接近四，应该是四目应该都有了。感觉他们现在应该就是在不断的点目，判断一下。这是黑棋的权利。这个好舒服啊！这个你虽然可以挤到这儿，但是我还能挤回去呢。对，黑棋的暗目还是很多，现在可能看出来。这个也没，这个也是黑棋的权利。他没走。三、四、五、六、七、八。记住，十。黑棋为什么不提掉这一下？提掉，对呀、不是肯定便宜的吗？即便打黄金了，我也有金。二、三、四。感觉棋还是挺细，但是好像黑棋要。要好一点啊！主要白棋这个接不归，可能还要将来有所负担。十，就把那提了吧。两个人在数目，这能看出两个人的下一步数一步。对。六，七，现在形势是基本上都定型了。几位？要不我们也数一下目吧。你稍微你来盯着，我来看着这个他那个进程，我来数一下目啊。好，白棋这块是十十二目，这是二四六八目，这两块是二十目。二十目，这应该是粘上吧？二十一，大概没法成为。这是十上十三十九二十九，三十三二三四三六三七三十八三九四十四十八，这块现在有四十八目棋。来加上二十目是六十八，现在白棋全盘有六十八目棋。黑棋呢，这个搬粘现在是后手，搬粘是后手，这全是黑棋的目，十六目、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四、三十三、二三四、三十六，出一点，这块是三十六。三十六、三十七目，这是肯定有的。三十七，这加三十七，这个二四六八十。三十七，四十七，这块有四十七。四八，四十九，五十，五十六，五十八，六十，六十二，六十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九，三七十四，七十四目，七十四至七十五。刚才你是多少？六十八。七十六十八，我七十，这目大概多少？七十五。轮黑下，轮黑下哦，那有可能是个半七目，半目胜负啊，很细啊。二
但是主要是有一个，我刚才觉得将来如果说白棋把这些木都破掉的话，可能这个地方就是黑棋现在如果将来把这个木没算，有可能瓦粘的时候的话，它的气哦，对对，这地方我有可能给它少数了一木棋。对，就将来说不定白棋需要自粘一。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地方是很对的。是，就它可能差在这儿。这个粘住，把这粘住。现在是形势非常细，但是好像黑棋有一些暗木。我们说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尖的话，这个地方是一冲一扑，这个地方有可能接不归。对。或者至少黑棋可能这个尖它将来就是有木的。对对，不，就应该这么说吧，应该这地方是黑棋有一木棋，这地方没给它少，不敢破进来，少数了一木棋。它是冲掉，会挡。现在应该说是应该八木是有的。多了很多的劫财。那这么说的话，这个棋白棋当输要如果是扳的话，那就应该是赢了。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那个直接差一手棋出去。这个地方立着和白棋扳着，我觉得至少是差掉一目棋。对，有可能一目棋还不止。不止。有可能不止。因为如果那样，黑棋后手收一个的话，轮白棋还可以再收一个关。对对对。当然我们也不能那么说啊，因为后来黑棋这个地方我感觉它是下的就稍微缓了一些，它可以点进去。它点进去好像是白棋是比较那个什么的，比较好像我们也没看出来它有什么办法。现在是扳粘掉。黑棋吧。这地方我们刚才确实是给这个一下就能够感觉收得很紧啊。因为这一挖这个还能这个等于是继续把它收回去。对，而且这个是先手。对。那就一下他这儿也多了两目棋。这地方刚才确实是给白棋多数了一目棋。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立和这个中间提一下打二还一的地方，白棋应该要立一点。因为这个棋黑棋如果劫财有利的话可以扳住撑住这个劫硬撑。所以这种棋对手劫财多的时候要谨慎一些。果然去立了。因为这个地方是黑棋可以撑，白棋是不能撑的，所以白棋把黑棋这个权利给他走掉。那是不是周老师等于黑棋现在可以收这个你补，然后我再把这个两目的收住，你最后打我一下算了。对对对，但你收这个我可以把这个两目收了。这我扑完了好像您就死了。死吗？对，他是正好回不去。这个是个先手。那就是他只能粘这个绝先。他只能粘这个。对啊，那这么这个地方有可能现在没木，没木吗？可以挤。以后你还是有可能有木啊。为什么？我你粘你尖。哦，是。哦，那这个地方潜在的风险很大呀，白的。那我们这地方给白棋这个给黑棋少算好多。那白棋我知道了，白棋这个棋他刚才应该粘这个。粘这个大。对，粘这个大。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白棋应该粘这个大。这样他是肯定是没有木的。对。那他是去搬粘了那个，他去搬粘这个，那他应该还是粘这个。同样都是两目棋，不，这个不止两目，这应该是两，这应该是两目半，两目半，这是两目半，没错。这么看，十月的官子看来是不如姜维杰啊，他就是在细的这个很细腻的地方，对，稍微有一些。现在黑棋是把这个粘住，对，粘上，粘住打吃，吃，粘，那就没有木了，现在。就把那个破了他可以把这个，那倒是也一样木数应该是一样的。现在是白棋21，2白棋现在是走这个，可以把这个木给它破掉，对吧？6，7就是这个意思，打掉。
这样倒是定型了，这个可以再数一下啊，红二十，黑七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三二三四，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六，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目，五二五三，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这块是六十六。这块十一目，七十七，嗯，黑七是七十七，黑七是七十七，这两块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二十目，这还是二十目，基本上没用。七十七对，还是六十八，嗯，十，那是九目了，是，嗯，一二三四五十五十九二十九三十五四十八十一，对，没变，四十八。白棋是一目没长，还是六十八，黑棋七十七，就是黑棋还是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少算了一目，九目，嗯，那比想象中还是，就还是后发挥的后，对，因为黑棋确实目比较厚，嗯，九目的话应该说是赢了一目半，应该说这个如果说赢半目的话还白棋说扳一个有可能赢啊，嗯，但是赢了一目半那当初这个扳也有可能是个真正的半目胜负，嗯，不好意思就是不一定肯定是白棋赢，是是是，可能还真的很微细，对，很微细，嗯，如果扳这个然后后面我们说把这个粘掉走这个两目半也许是一个好胜负，对，但是现在看了一目半的话应该是肯定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如果半目的话如果有个劫还有个粘中国规则有个粘劫收后的可能，对，现在没有，咱们就把它摆完吧，跟上他们的进程，好，就走这个，走这个，现在应该是我们已经看清了这个棋，对，这个白棋确实是也比较微，就是白棋现在是黑棋盘面九目，嗯，那两个人应该结束了，结束了。十月他也是点清楚目了，哦，没有再继续。他是认输了是吧？嗯，这个数清了也是很厉害啊。对，在这个读秒的阶段，因为这不是半目胜负，他是九目，所以说他确实是，还是对职业棋手来说，这个九目棋和八目棋还是差别比较大的。嗯。所以这个棋是不可能有机会了，看上去确实黑棋下的更加流畅自然一些，嗯，尤其黑棋这个始终应该说还是黑棋保持着对白棋的攻势，嗯，黑棋更显得主动一些，但是呢最后呢应该说两个人最后还是一盘收官来决定胜负的一盘棋，嗯，是，哎呀，这个棋周老师咱们感觉好像看完了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是是，对，那么我们也就再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给您来重新，我们来把这盘棋的一些关键所在给大家再摆一摆，好，一会儿见。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呢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盘棋我们的一个回顾啊，大家一起来看棋盘，对，十月是下的新小目，今天十月应该是一个复古的一个下法，对，这个应该是我印象中是坂田龙男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布局啊，哦，您跟我们讲了这个感觉真的时代非常久远啊，是是是，其实都在这里，嗯，他是守这个守角，嗯，这也都是比较还算比较正常，嗯，当然白棋可以考虑直接点三三啊，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 AI 的下法，但是十月呢也是走的还是比较淡定，
这样就也没有在这边分头，他选择 B 在这儿。对，如果他现在分这边的话，他应该是怕黑棋 B 在这边。从这个方向来。对，所以十一月是 B 这个 ，B 这个当然他是主要，我们后面可以看出来他是要瞄着那边搭，就是靠在这个星位上。黑棋是走在这儿。对，这步棋还是走的比较。从后面的下法来看，还是走得非常不错的一手棋。看来是这个地方的双方对这个地方的定型都胸有成竹。他其实已经考虑到可能形成的变化了。对对对。白棋当然是既然逼了，他是准备走在这里。搬，这是比较积极的一手棋。我们刚才说有长的下法，但这个扳是最狠的。对，只要争子有力，这个扳是成立的。对对对，黑棋虎一个，这个地方黑棋这步棋非常淡定啊。两个人今天是下的开局都是非常淡定，就好像都在打太极。对对对对，白棋是粘上。那黑棋是虎了，也没有考虑这些，就是我们说确实也很复杂。对，但是从他俩的棋风来说，真的说、就是、你觉得更像、对对对，应该考虑这个。就是如果说跳一个，那也可以考虑这种尖一个。当然，这个白棋肯定都是要反击了。白棋不会再去长了。是。所以说这个地方如果跳下来或尖，这都是比较马上就把这个棋局导入这个激战的。激战是。但是姜维杰今天也是非常冷静啊，就是这么想。白棋这样只有拖过去了。对，然后就黑棋其实就是为了争个先手。对，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先顶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次序。白棋是粘上。他就不走了。对。立住。这个以前我们说会就是这样的开局的话会说选在这边。两翼张开。两翼张开。当然现在是这种理论有点已经过时了。所以更实际一些。这个主要也有可能觉得步调太慢了。白棋是尖冲。对。这个也是 AR 的下法。黑棋就飞了。飞了一个。闪开闪开。应该说从现在这个开局来看呢，姜维杰似乎是不想在开局马上就进行一场激战。他似乎还是在做准备啊，他尽量是走到自己子力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更有把握的时候再跟十月进行决战。对。策略性很强。白棋是逼住。对。跳起来。跳起。这个也是，其实这个也是有点避战的嫌疑啊。我们说这个时候黑棋靠进来是好像更常见一些。也是成立的。应该成立，对。一般说他逼在这儿就是准备靠在这儿。那边就是白棋这么下的，那黑棋这边靠也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今天呢，姜维杰似乎策略性非常强。从事后来看应该是效果不错。对，感觉总是让十月好像这个力量没有发出来。对对对。白棋是虎一个，再点，点一个，这个似乎是一个连环拳。对对对，但后面看姜维杰这地方花的时间也很多啊，也是频频用掉他的读秒时间。没错。似乎我们一开始说他是好像是有所准备，但从事后来看，好像也不是那么样子啊。对，他还考虑了挺久的。对，这个时候白棋反击是肯定的。实战是十月时选择反击在这里。另一种反击方法我看也可以考虑走这儿。直接出来。对，直接出来。这个就比较激烈一些。对，那这个可能我肯定要下去了。这样一个。还是挡呢，我应该不会挡吧。挡也有可能，或者你有没有可能刺。刺一下。刺我应该是要吃在这儿。这样你再挡。再挡啊。这也有可能。转身。这我轻了。对，这样我有点尖滑。这样我倒形状也挺好。直接反击的话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十月呢是先爬一个呢，就是希望黑棋再长。对。啊，这样再反击，这样它更从容一些。实战是姜维杰是选择搭这个。对。他搬起来。搬起。
揉了两下。这样轻轻。是。嗯，黑棋这个选点好像是还是斟酌了半天。嗯，对，也用了挺长时间。对，事后看还是很好的一个选点。嗯，白棋是飞。长了一个是吧？是且贴。嗯，这个地方不从后面看，我觉得还是有点想搬起来。想搬，嗯，搬的话，当然这边有可能作战会更被动一些啊。但是这边我有可能会就算了，这边我是不是轻处理一下？嗯，实战长的话，对，实战就是把变化都走了。嗯，另外一个这个挤确实也是有点出乎意料。嗯，好像觉得单立。嗯，单立的话，这边好像更空间更大一些。对，就这个子其实还挺重要的。是是是，嗯、而且这个子对这边似乎是影响不是太大。嗯嗯，对，当然他是有可能是期待黑棋连扳啊，连扳被打出来了。如果连扳的话，这样白棋确实是比较。这个反击白黑，哎呀，这样好像黑的很困难。你也只能吃着，吃一个，吃我的，我是外面走一个。嗯，那将来主要还要被这个一搂。对，要以后再一搂这个手机啊，嗯、这个难受，黑棋不是太满意。嗯，粘上，立下了。嗯，下成这样呢，不管怎么说，这个。白棋呢是把这个主动权是让给黑棋了，嗯，白棋呢是先捞实地，然后再来这个我们就要说先捞后洗啊，这个应该是很多棋手喜欢下的一种选择，嗯，但是这个下法让十月下，确实我也没有想到啊。您以为他是应该是对方是吧？对对对，就是十月一般是肯定是能攻击对手是最好的，那、嗯、今天他的策略是先捞后洗，嗯。他是点这个点是黑棋是粘上了，粘上，嗯，从我们后面看是觉得有点想贴这个，嗯，还是觉得把这个地方围住比较踏实。是，当然这个也不好讲，一定好不好啊？长一个，这样黑棋又要粘上这个，这个以后有个搂，嗯。当然他也许会担心这个地方白棋别再活了，这也是有。他也有可能有担心的地方，嗯，比如说这种点一点啊，嗯，也确实还难说呢，嗯，当然这个地方是他有他的担心的地方，所以他实战是就等于他不想放弃，对，但是白棋这两下还是很舒服，嗯，在这儿白棋下的还挺，嗯，就是在这儿撕出了一个口子，对，好像这样的时候黑棋已经没有能，嗯，好。过别的什么下法，这应该没什么下法，因为白棋这有两个子接应之后呢，应该说黑棋的选择也不是太多，嗯，从事后看也差不多，大概长一个，嗯嗯，冲，因为不能冲那边，对，嗯，这样，这应该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格局，对，嗯，从这个地方看两个人他就把这儿吃了，对，嗯，是达成了一个妥协吧，嗯嗯，护一个，嗯，就看上去好像黑棋也挺重，但是后来好像黑棋处理的也挺容易，对，嗯嗯，应该说这样跳了一个是吧，嗯，这样架，嗯，大掉这样，嗯，这地方我是比较还是想希望他单长一个，嗯，让他打呢我就再打了爬，嗯嗯，这后来这个长之后呢，我他总是觉得他这地方有一些隐患，就是您觉得中央它薄了，对对对，嗯，后面是，对，所以后来是走到这儿，嗯，对对，走到这儿似乎这样下完之后好像黑棋后面是显得一直是在攻击白棋，嗯，更加主动一些，嗯
当然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个班，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是一个关键点啊，稍稍有一点出入。对对对，嗯，总体来看还是在黑棋的掌控当中。对，就黑棋整体下的更厚。是，姜维杰更好的把自己这个内力发挥了出来。对，从今天来看，应该是姜维杰的策略更好一些啊，让十月的这个力量没有发挥出来。是。那么这盘棋其实通过这个周老师给大家讲解，我相信大家也就很能够就是切身的体会到这盘棋十月来说有一点可惜。对，但是呢，这个胜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也是祝贺姜维杰这盘棋最后获得了好的成绩。那么这盘棋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